家好，欢迎收看由学乐暴君带来打野小学系列视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扎克的打野。新版扎克现在众说纭纭，到底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以前很多上单的扎克现在都玩不了，确实现在扎克的话更注重于打野方面的一个开发。他的 Q 技能大家通过这个前面的精彩片段已经看出来了， Q 技能现在变得非常炫酷，他可以连续直接控制两个人，而且是提供一个稳定的控制，长距离的一个控制，这个是变得很恐怖的一个技能。然后大招呢，现在有个美誉，就是有群体螺旋梯子美誉，就这个英雄出来之前就有人跟我讲，他是他说现在这个大招可以群体去带人，然后我玩了一下之后，感觉好像不是这个味啊，不是这个味道。主要是扎克现在大招的话呢，他在带人的时候，就在蓄力状态的时候容易被击杀，就容易被集火。你想要带更多的人的时候，觉得现在的话目前不太现实，因为你冲到人群里面，就算被你一到五个人，然后你的大招呢还要对方在没有位移的情况下，你才能把对面带回来。就对方但凡是有一个白银选手吧，白银 EZ， 像 EZ 这种选手的话，你跳到他身上，那你在他底下蓄力，然后他一个一级人可以完美的嘲讽你一个钻石级的选手。好了，今天先说一下这个扎克的话，现在改版的话还是非常炫酷的，因为操作性变得很强，可以秀了，对吧？可以秀了，这个是很关键的。这边蓝开，然后蓝开的原因是在于，它可以带来给你减 CD， 减 CD 的话，对于扎克这种纯技能刷野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当然，扎克也可以从 F 6开，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英雄，他打野的话比较稳定，他的一个恢复能力或者是输出能力都比较稳定。这要注意一下，二级加 Q 技能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小 AOE 效果的，大家要注意去使用。大家看到我调整走位之后，拉到旁边的那个两个野怪，然后砸到一起，形成一个小 AOE， 对全体野怪形成一个 AOE 的伤害。那么可能不了解的朋友的话，不注意这个细节的朋友，以为这个扎克的 Q 技能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有 AOE 的效果，现在还是有 AOE 的效果。那么扎克这个英雄，我推荐给大家打野的套路，前面的套路的话是先刷野，尽量先到达四级，因为有了二级的 Q E 技能之后呢，你的 E 技能的命中率会得到更高，你可以从旁边的草丛或更远的地方去能够击杀到你的目标，去飞到你的目标的一个身体上面。就扎克的 E 技能命中与否，决定了你的一个抓人的成功率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要是想玩这个扎克这个英雄呢，就这个 E 技能呢，对你的一个锻炼预判的能力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面我对阵的是一个男枪，男枪的话是一个非常强力入侵的一个英雄，而且他对上一个扎克，现在版本的话是偏肉的一个扎克的话，他肯定会选择过来入侵。当然我们看到那个男枪已经在中路已经打到螃蟹了，我觉得他应该很快来我们野区。这时候我在打蛇人的同时，也在想保护我们上路的一个诺手，因为诺手这边很气，因为我没有惩戒到那个野怪，已经被他率先一步惩戒掉了。这边我们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就上路这个诺手他是没有闪现的，一开始在野区面跟这个瑞文乱搞，然后把闪现给丢掉了，这个责任的话我不负，因为我要为其他的全体队友要负责任。这边男枪去越我们上路的塔，我只有没办法，只能放弃他，然后我来做我的事情，对吧？我来做我该做的事情，来抓这个蛇女，啊，你抓我上路，我抓你中路，没问题。哎，神女闪现出去 ，Q 的拉小兵，对吧？你要 Q 的 A 小兵，对面闪现不出去，这个就是扎克最恶心人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中路如果是没有位移技能的英雄，单纯靠一个闪现是躲不掉扎克的第一波的一个进攻的，基本上是100%的死亡。这里看一下 F 六，男枪已经刷掉了，没有办法拖他了。我拖不到他 F 六，我这个时候可以形成对他下路的威胁，以及对他石头人的一个威胁，对吧？可以拖他石头人。扎克的英雄呢，我推荐大家就是刷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保证很高的血量。大家可以看到我惩戒还在手，我的血量此时是满的。那么我把对面石头人粘掉同时，对方男枪如果再从这边出来的话，已经没有石头人可以刷了。我同时还可以观察对方下路的一个血线能不能越塔，就得看一下给不给机会，就下路队友给不给力。因为我们下路队友的话，是因为他是一个奶妈的组合，奶妈加上 EZ 组合，这两个组合去配合去击杀一个风女的带控制带保护能力的风女的话不太现实，所以我这一波没有选择去进攻，而是我选择往中路去走。大家要注意到，我这里此刻并没有选择回去野区去刷野，而是直线往中路走，因为此时此刻对面的蛇女刚在我们面前丢掉了闪现，对吧？今天就像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姑娘一样在我们面前，哎，对对对，哎，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举例子，因为就算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孩子在你面前，你也不能做什么，对吧？我们要讲究法律，要讲究，通过正常手段
去啊，没有，这不说偏了，偏题了。好，回来去张这个男枪的一个 buff， 哇，张男枪 F6， 这男枪的话玩的套路也很深，就我一样的套路针对着对方的中路，他一样的套路抓了我们的一个上路，这里的话导致我们上路是比较难打的，而对面中路也比较难打。此刻的话双方打野可以说是互相在交换资源，而我取多的话应该是更多了，因为我把对面的一个野区刷了一个遍，此刻我们的石头人并没有刷新，我可以回头把螃蟹打一下，然后也可以去刷一下我的一个野怪，可以到达六级，可以率先到达六级，也可以选择回家去出装备，因为我身上的话已经有1700多块钱。哇，大家看了我们上路哈，这里的话头真的大，好不好？就你们看到，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画面，一个三级的一个诺手去打一个六级的瑞文，你们觉得这个画面是不是要崩溃？是不是我们要投降了？就感觉哎呦，我们应该打个字教训一下这个人。我觉得这把游戏很难打，是因为哎，先看一下这边艾克给个镜头，哎呦闪现，哎呦这一个三皇没有打上去，我感觉就难了。哇，这瑞文很溜，就一个一剑，呜，哎呀过墙了，没救了，抓不到了。那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对面瑞文估计等一下出来之后，七级打的一个三级的诺手就很难受。不过我们艾克是帮忙，这边虽然说没有击杀他，也可以说是帮忙拖延一下，让我们诺手苟延残喘一下。不然的话，这个上路真的是我们帮不了他，因为诺手在这么大的劣势的情况下，我扎克新马扎克的打野的话，现在伤害没有以前高，而且出装的话都是偏肉的一个出装，现在的话是提供控制，并不是提倡一个输出的一个打法。所以我帮不了这条路，我们只能在其他的几条路去寻找机会。打野有一个名句，就是说一定要帮优势不帮劣势路，就是这个原因。哎，先看蛇女这边一刀，他大招来了，我先控制他，把他拉到那个控制圈里面。哎，他死了，就我怕他那个大招出来或是出意外，我这边真的不是抢枪人头，就直接用大招把他顶死了。那么此刻的话看到下路这个血量，我们注意打野的时候，大家看到我的打野方式就经常要切换小地图。男枪在中路守线，此刻的话是红 buff 可以偷，但是下路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抄的机会，我们的艾克非常有灵性，一起来了，这是一波双杀的机会。但此时此刻的话，我刚才忘记看小地图了，就没有看到这个老鼠竟然是隐身从我旁边走过去了，就错失了一个双杀的机会啊！这个波我背啊，但是此刻的话我要补偿一下队友，要回去整理一下男枪。男枪一个五级男枪，他在打红 buff， 此刻我身上有惩戒的，注意一下野怪的血量，他 A 下那一下我就会惩戒下去，对，我惩戒，对吧？他一 A 我就惩戒，就这个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节奏，去抢蓝的时候眼快心不跳啊，眼快心不跳手不抖。这里的话回到中路有机会啊，因为在视野里面蛇女看不到，这个蛇女心也是真的大，就他在看到野区，我们两个人在野区里面怼男枪的时候，他还在中路拼命的收兵线，就有一波很大的兵线，但是他这边是比较贪钱，就没有心太大了，心太大了，对我们形成了一波击杀。此刻的话我又可以对方的一个蓝 buff 这边形成威胁，但是我由于在考虑上路要不要去，因为上路很有可能会被越塔击杀一波，然而我去对方蓝 buff 的时候呢，也有可能被对面拖援，然后一个很优势的一个瑞文可能会形成对我这边的一个针对，但是我考虑了一下之后没有选择去上路，因为依然是那句话，就我们帮优势路尽量要避开劣势路，逆风的一个路。哦，这边艾克去选择去跟男枪护刚，那我惩戒掉，但瑞文这边此时一下来，我先打电话提醒一下队友，这边一下去预判一下他的位置，哎呀，但是他通过这边一个位移技能，那么躲过了我的一个效果。这边 EJ 赶过来，我先黏住他啊，蛇女过来的话我先回头绕一下，因为还有个男枪在旁边，一接去追男枪，我闪现走，此刻的话回头找机会去异造这个蛇女，但这个蛇女很灵性，她知道我还没有走，她是卡在了一个极限的位置，我异不到她的一个位置，这边就看一下他们两个，哇很好，一波极限的操作击杀了这个蛇女。对方的话剩下一个瑞文残血，瑞文的话不敢上了，那么此刻我可以选择回我的野区继续刷一波野。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等级非常高，就比男枪已经高了很多了，我基本上只是回过一次家，对吧？我在打野的时候是很轻松的，这是这个扎克的英雄的一个特色，以及我带的一个符文以及天赋的一个帮忙。那么大家对这个英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视频的最后面收看我的一个对于符文以及天赋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带上这一套的一个研究出来的符文以及天赋呢，可以去试一下新版的一个扎克，炫酷一下，体验一下这个 Q 技能，还有一个大招带人的效果。
好的，这边切换画面，看到上路的瑞文是在守塔，那么我能来现在帮助这个双人线来拿这个塔，因为此时此刻我的技能是全部都在的。瑞文虽然很肥，但是我们有三个人，对吧？三英战吕布，他怎么肥都是很危险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一波呢，我在这个距离就很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技能满级一技能是度多远，这个 EZ 在勾引，好，位置确定之后跳过去 Q 到，然后想拉他，但是我考虑一下，那个时候的话那个塔已经没有血了，就有个小技巧，其实扎克的 Q 技能可以 A 塔的， A 塔也可以当成小兵一样可以把对方拉扯回来，但是就是那个塔的血量已经很低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去附加 W 技能而是不是附加 Q 技能的一个原因。好，这边大招没有带回来，带回来的男枪也要死。哦，这个 EZ 很灵性，跳过去把男枪给收掉。这边看到一个蛇女在中路，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技能。这里先看一下，我要单挑这个蛇女，就我要教训她，一技能跳到她脸上 ，W 技能、Q 技能拉小兵，一套连招很顺畅，对吧？行云流水，再加平 A 红 buff 连上，哇，我的天啊，这蛇女的反杀能力真的强。好吧，救命，我在看那个战绩表的时候，我在祈求队友到底有谁带了那个 TP 没有，就我玩扎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就是中路的队友和上路的队友带的是双 TP， 双 TP 的话就很容易拯救一个残血的一个扎克，就扎克的碎片的话是可以通过 TP 来救的， TP 时候的话扎克的碎片是无敌的这个状态，那么对方就打不死你，那你就可以起来，起来的话你还有一定的一个血量，有技能的话还可以反杀，这边这两个人估计要被反杀了，因为这个瑞文实在太肥了，而且这个诺手关键是没有什么伤害，真的没有什么伤害，这个艾克被针对了一波之后实际大招走掉，然后只剩下一个诺手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瑞文对我们团队来说还是威胁比较大的一个点，因为是对方发育成长比较好的点。那回头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技能加点，我推荐大家的话是主 E 有大点大，那么是一级的 Q 技能，是附加 W 技能，为什么呢？因为 W 技能呢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输出技能，对你刷野还有一个打架都有一定的很好的一个帮助，如果你附加 Q 技能呢，你可以说对 Q 技能的一个 CD 会减短，对不对？那你可以频繁的去使用 Q 技能去控制对方，但是我经过测试之后呢，发现 Q 技能在增加之后它的伤害也增加了。哎，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说，哎，伤害增加有什么不好吗？伤害增加有些时候就像刚才在上路一样，就那个塔的血量很低，对吧？塔的血量很低，有些时候比如说小兵的血量比较少的时候，你 Q 技能增加了，伤害输出高了，你 Q 到那个小兵或是比如 A 塔或干嘛的时候，那个小兵直接死掉的话，那你就砸不到一起了，它是要两个能够活着的目标你才能把它拉到一起，就你如果 Q 到一个目标 A 到一个残血小兵，那个小兵死掉之后呢，你的 Q 技能会直接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不负 Q 技能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扎克经常要靠一技能跳过去才能形成连招 Q 技能的一个连招，所以你要是加太多的 Q 技能的话，你的一技能 CD 赶不上的话也是没有用的。这边想要通过大招位移过去减速对方，大招在砸对方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减速的一个效果的，但是这边老鼠好像是跑得比较快。好了，这边的话有一个越塔机会，就杀得太嗨了 ，Q 到之后想拉小兵，然后此刻小兵被那个 EZ 给 A 死了，哇，瑞文在后面，哇，很危险，此刻我没有那个技能，只能靠 EZ 自己跑。好了，我 EZ 人快好了，马上第一时间顶飞，然后继续输出这个瑞文，帮助 EZ 第一时间击杀掉这个瑞文，因为这个瑞文一旦把我们的 EZ 也杀掉的话，我们这两个人也活不下来，因为我们两个人是没有输出能力去击杀对方的一个剩下的一个男枪以及瑞文的。然后此刻很好，就是EZ的输出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失误。那我们先回头把一个小龙给拿掉，再来说我们一个出装，就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扎克的出装的话是这个版本里面，比如说打野刀，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蓝色的一个打野刀，一种是绿色打野刀。绿色打野刀的话，你在面对一些比如说瞎子类型男枪这类型英雄的时候，强入侵你野区，就对你野区威胁很大的英雄的时候，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一下这个绿色的一个打野刀，因为视野来说对你来说非常关键，对你去对方野区偷野啊，对吧，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个野区里面时刻都有我们身上带了两个眼睛，就封锁对面两个关键的入口，对面谁进来这个野区里面，对吧，都有我们视野可以监控，就男枪在野区里面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一掌控之下，那我们配合队友去杀他，对吧，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就算你自己
不入侵，对啊，你的队友对于你的中单的队友或者是你的辅助去干扰他去抓他，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蓝色打野刀有什么好处呢？蓝色打野刀在你线上觉得机会多的时候，就你觉得少了一些控制少了一些伤害的时候，你想打前期，那你就去出蓝色的一个打野刀，但我不太推荐去使用，因为我觉得绿色的打野刀的话对于扎克来作为版本扎克来说是比较好用的。就两个选择。然后的话出熔渣装备的话对于扎克来说比较好用，以前的扎克的话还可以选择出回声，但现在的版本的话扎克的伤害进一步的削弱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官方应该很快就要更改一下扎克的技能，包括提升他的一个击飞时间以及他的控制技能的效果，或者是把他伤害稍微提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话扎克的话看起来是比较弱，但是对于守守的人来说，这个扎克在他的营手里还是很强的。这边先把这个河道的一个先锋给拿下来。先锋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版本来说打野来说是一个第一时间要拿的东西，随着队伍先拿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是面临的对方要破路，因为你一旦获得优势的情况下，一个这么拆塔的人手去帮助你，那你的团队会获得巨大优势。再回头说装备，出完这个熔渣之后呢，我们就要补充一些抗性，比如像这把一样，我就去出了一个燃烧的宝石，提供一下减 CD 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是搭配的一个锁子甲，锁子甲这件装备有什么用呢？因为对方是一个老鼠加男枪，对吧？加瑞文。除了一个中路的蛇女被我们压制的比较惨的情况下，那对面的一个三个关键的输出点都是物理伤害，对吧？那我们出一个锁子甲，在中期的时候，包括越塔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哇，这边一个瑞文过来，我们诺手在上路，注意到这边我们是四个人，而且 EZ 和奶妈是没大招的情况下， EZ 选择回头风筝，因为他有红 buff。那么此刻瑞文的技能没了，我先进草丛，好的顶起来之后一套控制拉到老鼠，好，我们扛在前排去用 W 去输出。然后此时刻我们选择死亡的位置是在卡在队友的中间，那么对方男枪想杀我们的碎片必须得扛过 EZ 的伤害，所以他不敢，他回头去追这个艾克。那么我们和 EZ 配合回头去收割，这个神女是不是换人了，这么灵性，这波竟然回头了，竟然头不铁了，就不一往直前了啊，这边有点可惜。那么我们这波没关系，就赢下一波团战之后，我把我手中背包里面的一个峡谷先锋给放出来。峡谷先锋可以很好的把对方的一个高地给拆掉，对我们来说这个17分钟破掉对方一路来说，对我们队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存在。那么出这装备后期的装备的话，可以选择出小绿甲。小绿甲对于扎克来说非常好用，当然无论是在清野里面还是打团里面，要注意去捡自己的碎片，就一个碎片对你来说提升非常的高，不是提升，是恢复能力非常的高，尤其是出完小绿甲之后，你的恢复能力增加 30%，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概念。而且小绿甲还有提供减 CD， 以及你的出的装备的话，小绿甲之后或小绿甲之前呢，你可以出这个板甲，就新的装备一个板甲，增加血量以及体积，这个板甲对，就是这个装备就代替了以前的一个春哥，因为现在的话肉盾型的英雄的话，坦克型英雄的话就不推荐去出春哥了，是出这一件的装备。那么这一集的游戏的话，这一集的视频的话，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个关于扎克的大招的一个详解以及诠释，因为这局游戏节奏比较快，另外的话是大招，其实我也没有太研究这个大招的一个能力，因为现在大招的话比较弱，说实话就美玉就群体螺旋踢，我觉得有点悲哀，因为有一局游戏里面曾经我一度一到五个人的一个身上，但是在我蓄力大招的时候，有两个人通过位移技能跳出去了，然后还有两个人呢是自己走，还有一个人是走出去了。当时我只能带回对方的一个人，但是当我带回对方一个人的时候，就我在对方五个人当中蓄力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的扎克已经被对方打得残得不行了，就已经不能再进去第二次的一个对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大招是很尴尬的。如果蓄力状态是不能够出血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好用的，我觉得应该修改一下这方面。就现在的话，扎克大招的话，我觉得比吸血鬼的 W 还要弱。这个原因是因为是，所以这个原因也是大家经常诟病这个新版扎克的一个原因。但我相信在后续的一个版本里面，应该会得到一个更改，应该会得到一个加强。那么在后续的视频当中，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扎克的进阶版的一个视频，去诠释一个扎克全面的一个扎克的一个教学，比如说清野以及套路以及团战的思路，包括这个大招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有这一期视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符文以及天赋的搭配啊，到视频最后大家不要走开啊，记得收看符文以及天赋。天赋这边的话，我选择的是12018的一个点法。在进攻天赋方面，第一个点出技能加成，
第二个点出弱点提示，在打团里面的话可以为团队增加很多的一个伤害。第三行里面点出一个吸血，在打野怪的时候为你续航。第四个的话点着这个持续战斗，对于扎克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天赋。在防御方面的话，第一行里面左边和第二个的话天赋，一个是增加续航能力，另外一个是增加额外的护甲。在这方面的话，新手玩家推荐大家使用第一个恢复生命。如果你觉得你的打野足够血量足够安全的话，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额外的护甲。那第二行里面点出这个野怪的抗性，第三行符能盔甲是一个比较适合扎克的一个天赋，因为扎克的话无论是在清野还是在打架当中拥有非常多的一个回血的一个能力。在第三行里面第一个减 CD 以及第三个抗性里面的话，这里有一个纠结的点是在于以前版本的扎克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去使用这个减 CD 啊，因为大招的一个大招一个时间的话对扎克来说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版本里面的话，大招就闪现对于扎克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现在版本的话大招也是可以位移的。那么点出这个抗性之后，让扎克在团战里面变得更肉。在最后一行的话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可以选巨像，一种是可以选十亿。那么对方爆发高的阵容的时候，扎克需要突进去，需要保证不被秒掉，那么你推荐大家可以选择巨像。反之的话，对方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阵容或者是爆发不高的阵容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十亿这个天赋，因为扎克的 Q 技能是可以提供打出这个被动的一个效果的。来到符文方面，我红色推荐的是带着穿透符文，那么大家如果没有双穿的符文的话，可以选择带着法穿的符文。在大精华方面，我带的是三个攻速符文，这个可以帮助扎克很好的过渡前期的一个清野，没有必要就说让对方的一个强势的打野以清野的速度为优势去来入侵你的野区。这个三个固定的攻速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扎克去过渡前期的一个清野的速度，以及在扎克在打架的时候也是掺杂的非常多的一个普攻在里面，所以攻速也是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去连招。在黄色方面带的九个固定的护甲。在蓝色方面有很多的选择，第一个可以选择去带减 CD， 因为减 CD 这个属性的话对扎克来说比较重要，因为扎克的技能在视频里已经讲过，就是说扎克的技能 CD 是比较长的一个英雄。那么还可以带的是成长的一个魔抗，在面对一些对方是四五个 AP 输出的阵容的时候，可以选择带一些魔法抗性的一个符文。在我视频里面的话，我带的是九个固定的法强，那么有三个选择可以供大家去使用啊，都是差不多的。那么符文以及天赋讲解到这里，大家如果有兴趣，带上这一套的符文天赋去体验一下新版的扎克吧。